新垣结衣用卖萌男友视角成风潮。日本人气女星新垣结衣最新广告中，拿着自拍棒对着镜头露出甜美笑容，萌的粉丝不要不要的。这样的男友视角也曾在日本乐团 Never Young Beach 分手的歌中出现过。找来当红女星小松菜奈演出，镜头跟着她，像是以男友姿态记录她的生活日常。 MV 仿佛是一支纪录片，将小松菜奈的各种可爱模样全都捕捉。艺人周汤豪也在 MV 中大玩女友视角，绑鞋带、玩球、自拍等亲密互动，让粉丝看着 MV 就像是跟周汤豪谈恋爱。借由拍摄角度，不只让画面更生动，情侣视角也大大满足了粉丝的小心愿。天，掏新闻，下次也来试试看。报道。